都加入无限 HD 的会员，请注意，这不是 YouTube 无广告的会员，而是无限 HD 频道的会员。首先进入无限 HD 的频道首页，然后慢慢往右边移，这边有一个加入的按钮，然后等我一下，我按一下 OK， 它就会出现这个加入会员的画面。我先把这个音乐关掉。这上面有1、2、3、4、5个会员等级，一般会员就是等级 LV1 的会员，每个月缴60元，这就是可以看一般会员的影片。然后这个 LV1 Plus 表示说，如果你除了 LV1 会员之外，还想再加一些小额赞助，那就选这个选项。但是它的功能还是跟 LV1 一样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跳到 LV2 Member， LV2 Member 就是影片刚上传完还没剪辑之后最初稿的影片，这个等级的会员就可以看，或者是被黄标或者是被禁播18禁的影片都在 LV2 会员上面。然后 LV2 会员还是可以看 LV1 会员的影片，这就是向上相容的意思。然后 LV3 会员就是单纯就是冠名赞助，如果你加入 LV3 member， 那你 LV1 跟 LV2 的功能全部都可以使用。然后还多了一个冠名赞助的功能，就是可以在影片上面打上你公司的名字或者是你想要的广告。但是 LV3 它的价格比较贵，因为有冠名赞助的，也就是说业配的意思，大概是1600元。然后我们先随便点，因为这个是另外申请的账号，我不确定点了会发生什么事。哦，这个就是看一下，这个部分就是要你输入你的 Google Pay 啊，大家都是有 Google Pay 的吧，输入你的信用卡卡号，然后月份年份验证码，然后签名地址啊，这些大家都会打了，那我就不重复了。好啊，这个大概就是这样了，因为我不能订阅自己的，不能加入自己的会员啊，因为这样会出现那个被扣手续费的感觉，所以我就不按了。好，就大概就是这样，谢谢。